杨紫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演员，颜值很高，演技也很在线，出演过很多电视剧。近日杨紫的又一部新剧即将来袭，是一部武侠剧，名字叫《沉香如屑》，一下子把大家的期待值拉满。杨紫自从曝光出将要出演新剧后，很多粉丝就非常关注和杨紫合作的男主角是谁。和杨紫的男主是成毅，事业红火的不要不要，拍摄的作品也是很多的，目前都处于待播状态。《沉香如屑》是杨紫再一次涉足古装剧，男主角的实力和能耐也是相当棒的，成毅的颜值和演技也非常在线，一下子就把观众的期待值拉满了。杨紫和成毅看上去也是非常有 PC 感的，小编也非常期待两个人的合作，相信这部剧播出后不会让大家失望，同时也期待杨紫和成毅给我们带来更加好的作品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